Hello YouTube， 今日咧我就喺日本東京嘅，咁就好多人咧都會問我，喂你成日去日本啦，咁啊有啲咩嘢好食可以介紹下？咁我今日就嚟到日本橋附近，就想介紹一間食天婦羅飯嘅。咁大家咧就可以搭都營地下鐵啦，或者 Tokyo Metro 啦，就去日本橋或者三月前站咧，都可以去到呢間鋪頭嘅。呢間鋪頭咧就叫做金子半之座嘅，咁啊平時都幾多人排隊嘅，咁所以我就會選擇喺五點鐘左右就嚟到呢度啦。咁啊，今次我就好彩半個鐘啫排咗，啱啱上咗嚟啦，咁就有杯茶嘅。有兩粒黑豆嘅，因為原來呢個係黑豆茶，跟住係個 Juni Onomi Kudasai， 可以自己斟嘅。哦，有啲幾好飲。係，係。我要實物對比啦，隻手係咁大。呢間鋪頭其實清一色咧，就係買一個江户前天當嘅啫。咁呢個天當其實應該咁樣對，好平，950 yen 嘅啫。iPhone 6。裡面有咩咧？有蝦啦，有魚啦，有墨魚啦，有温泉蛋咧，係一個超好食嘅天當。呢個咧基本上係成碗飯嘅精髓，天婦羅温泉蛋。一咬下去咧，哇，好驚！倒落去先，哇，蛋汁流曬出嚟，好好食。